哎呦哦哦，水壶拿不够。有，这什么？哦，这是录音的按钮哦。好吧，这什么按钮？咦？哦，哦，我懂了，这什么按钮？哈哈，太好了，我超想用这按钮，太棒了，棒呆了！这可以隐藏吗？不会啊，好吧。哟，我们这叫全民枪战，应该算是直播过，我不懂啊。这个东西我们也搞清楚，是的，完全搞不清楚这是有什么应用程序去排完的，怎么样玩什么都可以啊？我现在想玩什么模式？我说想玩，刀锋模式想玩的，虽然那个没有程序，我看着我什么都可以拿的嘛。生化模式挺高一下，就玩生化模式吧，随便啊，那些随便。生化模式加入房间可以吗？生化模式啊，这个加房间，我想玩生化模式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很饥渴，很想玩生化模式啊，哇，很快耶，听到，把毛巾放一边啊，哟，耳朵痒痒的，不管，我想办法到那边去。我都懂啦，这边不是新手来的啦，全部都是有很专业那种人来的。谁是哦？那是母体。果然不同凡响啊！找到去新手线玩。嘘，找到先去新手线玩。哦，被突破啊！靠！靠！靠！大家都不是什么新手吗？超棒的！我得尽快啊！这次，嘘，这是更卷了，喂，小兄，你是来为了坑我吗？你，快点！我没有理由闯那边的，闯那边的很废哦，闯那边，快点快点，你跳，赶快我跳！Oh my god！ 谁？不是我们附近的人。哎呦！哇，你要拖我下水啊！你过来点啊！过来点！你不要拖我下水，你一定拖我下水哦，我知道。啊，可以，一定拖我下水啊！可以开下枪吗？可以。OK， 我懂了，那个是这样的家伙。我上头，忘记啊！蹲那你也不怎么好嘛，你不要这样笨，你挂点！shit！ 对，对，原子战法，对，我完全支持。快点了，大家没有进击之前，赶快要全部啊！快点了 ，OK 哦。诶，这脚不是不懂，管他。啊血啊，跳不到不够。搞砸！跑人，闪人的时间到了。没办法，藏在那边吧。这个模式我不怎么会用哎，其实还有这个录很久，这个可以随便。
安静点。安静，我们慢慢等就可以了。我叫你们，哦，大家好。开始用跑，现在。Running Man Mode。Mode of the Running Man。嘘。Running Man Mode! Running Man Mode! Running Man! Now it's Running Man time! Running Man! Are you Running Man? Running Man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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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! Oh! 被杀掉了！诶，这种我也按到的，不懂。Running Man Mode! Running Man! Yo!比我想象的还要久远。换跑，现在要跑，现在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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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哎呦！躲那边最安全的，不好说做不到呀，在观众朋友面前是做不到的。老哎，咱们引开这是母体现在的。我的，我可以等他们引开，这是母体现。老哎。啊！我要帮你啊！我要帮你！我，来，快！不相容啊！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太杂了吧你们，太杂了！区区人类，不足为为为为，浪费啊子弹先，拿来跳过去。哇，他这样一格就上了。OK， 慢慢跳到去点。哪一边都是废的，哪一边的，从哪一边拿到去还是走不到人去的。现在不是观望的时候啊，现在下去跑的时候。有。跳啊，跳不到，算了。很快又被杀掉。哇靠！哎呦，好！Fire in the hole！ 跑 ！Running mode！ 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应该没办法，没有方向了，在那边。哎，我再来破他们多一次吧。一群诺卡，诺卡，啊，还有个人呢。哎呀，都要结束了的，试下，读一下。人影都没有一只，去哪里？那边不安全的，那边呢，随时都可以被人怪物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赢了，就这样结束。玩点别的游戏吧，喂。
点人一起来玩好了，反正没有游戏可以玩。有吗？还是没有？有吗？还是没有？滚！好像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玩。好像啊，好像好像。有吗？可以跟我一起玩？没有啊。99投一次还真的有效应，然后看看要玩什么呢？现在，然后叫队友，找人充足什么之类的，我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，完全那个海蒂都没有，要不要玩私服吸血？要不要死服气好呢？要死服气嘛？我想一下先，我想一下先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做美国人版本这样的，外国人版本讲错。你说头巾装啊，我的头也穿掉了啊。今天直播到此为止啊。哦，哇哦！好棒棒哦，对呀，该不是同一组人吧？同一组人，可恶家伙，就我来玩，自己跑掉了。全部人都玩排位战是吗？哎，这个你也在房间啊，加入，真是扫兴，很扫兴，人家也想玩啊，玩排位战好啊，玩新手先吧，打新手吧，打新手啊。看房间，看房间，满到了，我靠！哎，去一边了，团体战啊！团体战，哎呦 ，yes， 哇，我要加入蓝队，耶，蓝队，快点！好了，就来玩吧。反正今天没有事情做，考试都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事情嘛。我要考试啊！哎，我要考试，我还玩全民枪战，哈哈哈！我要考试哦，我还玩全民枪战。这场呢是要拿狙击枪来玩的，我都来不及拿狙击枪，算啊，对吧？不管啦，随便啦，讲规定一下拿狙击枪来玩的咩？没有吗？你有讲到吗？没有吗？没有枪，真在上面有人回复这，哦呦，拿枪快跑哦！去跑，杀杀杀杀杀！哎，来不及跑开，马上拿那个人的这个人的枪啊！强化版我想玩一下，强化版我想玩一下，我的手把为什么会痛哦？我不懂，手痛哦。手冲我的那个就很烂哦，枪法。嗯，可造之材呀，像我一样，对呀，我整天都是，哈哈，在这一场玩狙击枪的。是的，这一场是在玩狙击枪的。哦呦呦，你送来送，你跑来送死哦，超好的，超好的呢，你死一下先，你死一下先。你死了是不是？很好，我看一下有什么枪可以捡没有啊？在那边，死地方，不错枪。喂，可是你很有错误哦。我有经验的，哇！哎呀，我的枪不够啊，我的火力大。真是，我们队伍已经拿上来他们一半的分数了，应该吧？一半的，应该是一半的，不懂，我不会。数学明明很好的。你要枪杀什么了吗？你有本事你就来，我子弹不够，因为武力子弹就是，懂啊，会啊，你这个人可以被杀掉一下啊！我想拿你的枪哎，来死下先啊，你死下先啊！啊，我可以大杀、啊、其实啊，哎，炸不到，随便，
还可以炸到我自己，奇怪。文字就杀死了队友先，等他抢完他，抢完他想杀掉他，不讲，可惜子弹对队友们是没有伤害的。不过眼睛样子看得很痛哎，我离镜头很近哎，其实。这样我搞直播应该放歌嘛，我没有想到哦，我都忘记了在搞直播、哦。手机容量太差关系啊，没有想到。半连杀，我也想要啊，算了，废品。你想要我被你杀到？我靠！耶、yeah, ，他中箭啊，他自己。OK， 我给你乖乖乖乖，杀我，杀我，杀我，是杀我，你杀我喂，杀我真的是啊，烦到这个，我这样，赶着回去啊，够命啊，等一下，没有用脑的嘛，整班人，来抢哎，抢哎，抢哎，他们哎，谁死哦，其实是。然后死啊你！我还以为是那个神死啊！哇，这么长命啊！还不是 S 开口的，是我等错了鸟，是不是等着去死哎、欸？我不懂。哇，我们来送死算了，我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。我没有什么存在感。真的，他应该可以杀掉他了。Fire in the hole. Oh, wow. 嗯哼，哎呦。Oh, yeah, 用了枪子了。哇哦。枪法跟我一样厉害，不对，有经验的不要看了，你不是要看的，你是要去 check 一下的， check 一下换个镜头， check 一下换个镜头，因为敌人都不是同个地方出现的啊，敌人不会，有些敌人就会啊，大多数敌人呢都是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。哇，不够子弹给我、啊！我靠，啊，然后也不够子弹了，收吧。兄弟，这下，反正我们都赢定了。哎呦，我们是夸张就够了啦。你看啊，我走到这边去啊，一定就已经到了。我有预感，好的预感。你看，我是夸张啊，都讲的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假，好假，好假。可以录多久？我还可以录到这样久啊？那随便啊，就玩久一点咯。我希望我是房主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当房主一下下嘛。安下喽。我可以录多久？很想要看我可以录多久。哦，我上主耶！呀，神奇大小的鸡蛋。这模型。不用知道密码什么之类的啊。
耐心的等啊，反正那个容量又不关我的事的。录到八点半，我还可以去看苏东坡的嘛，用紧的啦。下次录就录 Minecraft 就可以了。我真的不懂这期是在直播什么。Hello， 哦，按错，啊，算了。行，挖下啊，哎，真的是很古怪。哇，这样多分啊，随便啊，不要 upgrade 那些东西就可以了。是什么？经验值，哎，送我经验的吗？啊，讲到好像很缺经验这样，我极有经验啊，这个人。我这样有经验，还有经验值，切切，好，开始吧，玩跑一站下下吧。啊，铁路降九啊，原来。That's great。当坏人啊，我不是很高兴哦，我一定是第一个先死哦，先教你们。不用脚去的东西，第一个先死的话最简单的就跑去。我原本想第一个先死啊，可恶家伙，随便啦、啊，反正他都三连杀杀，一下子杀死我们，做全部人在我后面啊。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全部人都在我后面。我懂啊，我懂人打这些，完蛋。哎呀，射不到！我误以为那后面的是我们的人，真的会看错。其实，真的我不习惯看那个外国版的咯，喜欢看台湾版的。可是台湾版的大家全部都骂来骂去哦，骂错话咯。哟，没有错话，只是在骂施肥吧。那些老皮看太多了吧？没有老皮没有讲话，那阿静就有吧？应该啊，阿珍还是阿静啊？不懂。就一个人吧，一打一哦，我没有信心，我对你，对我对你没有信心，真的我对你没有信心，我对你没有什么信心啊。你拿这把其实是不错一把枪，只要你不要这个说你要肉子弹哦，阿正，那随便，我要趁机会赶快到前面先，我要用回我的风格来打他们。我的，我想学。Oh my god， 丢错地方。不管。Oh my god， 在后面。快点回去。我的，不见了。啊？啊？啊？哦，这一次啊，他们是大本营，你们全部人都要干等他吗？我觉得你们会被人家枪杀就有，你看我就知道。我还在下面啊，我就知道那边是一个破点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上次抢那边的时候是给人家射死的，所以我是白白给人家送分的，没有想到是这种原理。有杀到人就可以了。Oh my god！ 我给大家看到，哎，这样快就死到你了，哎呦，是死啊！这样快就死到完你了。要先杀掉狙击手是不是？啊，我杀掉狙击手现在真的是很麻烦，烦呢、欸、我。Fire in the hole！ 我还没睡。有，哦哟，有人！啊，不够啊，枪快！
我没有自信杀阿翔，你死掉了，那个人就在外面吧。哎，你还真的死掉。哇，排位，我排位战，我的枪不够打。快过我，他们射人家够快。Shit， 我要跟他。就在那边吧。啊！我射了，射不打阿姨啊！哎呀，你们很废，你们怎么可以给他一次就射中了，让我吃？不懂，丢一颗炸弹。哇！我跟你们啊，真的是你们这一帮，我要你的吗你？等他来啊，我们等他。哎，你的吗？你就笨蛋。我做三把子，哎，我三把了，喂，就这样子剩我一个了，我都三把，哇塞，哇，很快耶，他们杀到，我都杀不到啊，这样奇怪啊，刚刚，哎，这不是半来的吗？很清楚，我看到我们就射到了，不，手里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照，谢谢。为什么早上一个人打的时候是没有人呢？我手没力啊，我还是玩黑暗模式吧，下次哦。我去捡炸弹。我靠！还有两个搞顶啊，我们四个人我不信打不过。我的太虚射啊，我不懂，太快了，我们这组超好的，走。他肯定是死老手玩的，他很稳定啊，我看他自己。你是什么熟的？你可以带领到大家。如果你是那个超老什么的那个老手的话啊，你绝对是有用的。哎呦，射！哦，好吧，射啊！手中。哎，我要打秋千。今天开直播。没有人要跟我讲话啊，这边我超级无名啊，我没有名，我无名啊，所以没有人要跟我讲话。转后面吧，转后面吧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他们正赶过去，他们在质疑着，他们就是在很怀疑那个敌人有没有在那边，敌人走掉了啊！我不懂他是什么国家人。Oh shit！ 我要看他后面被杀。半来的，这个是旁边这位仁兄的枪。喂，哇，这个颜色多。喂，你，哇，你很尖哦，那个人，你给我们打完了这场先吗？有人呢？你看你，你，喂，你是不是？好吧，我懂了，你是把酒钱的哦。人啊，啊，还是一个人。干嘛弄炸弹？好吧，引他过去也好了。他在后面吧？他在后面吧？哇！因为你要等那个人来呀。你好天真哦。那个人说不定是一个我来啊！哦，我。他因为傻，就在那么远处，我看到他尸体，你们看不到的啊，因为我的镜头很近，我的眼睛很痛啊。所以哦，漫画来的，我还以为是真人真事，真人真事，我想看一下哦，想讲，因为真的呢，
What the？ 啊，射不到，射不到，我鼻子痒，我鼻子痒，射不到，鼻子痒射不到，哈，鼻子痒是射不到的，我鼻子黏黏的什么东西出来，不懂。不要又追出，你又追出，啊，随便，随便啊，随便，随便，随便。一边呢，哎呀，哇啊！哎十，哎十五连杀，很想要拿刀啊！不知道几久才可以拿到啊？啊！我几久还可以拿到我？哎呦！36个人在配对着，我们可以的。我们是黄队，我们是蓝队，讲错了，所以我们是蓝队，我们是好人队。我们有主角威风，除非主角威风在随便啊，帮你射机枪可以啊，不建议不建议。然后我叫你这个高手出计划就笑死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和高手一起和睦相融了，活在同一个世界，让他们帮我们打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些分，我们就不会给人家痛扁，我们就不会给人家杀死。哇，瞬间转移吗？没有啊，有人没有进来啊，有啊，他有进来，欢迎。诶，怎么？有人进不来哟，真的是有人进不来，我的，真的，看那伺服器啊，那名字啊，有人看出来，有人进不来。我又，哪里？我很匆匆忙忙跑过来哦，哇！哎、欸、呀，阿公啊，是你阿公，阿公我杀不到你阿公。哎、欸、呀，跑去阿北阿北，有点霸哦，现在晚上。阿公谢谢，欸、不，阿呸，谢谢我不懂娘念呐、啊，不管，你、欸、不要过去。嗯，好吧，好。有人又send什么 message 来哟、哦？不懂，微信我看一下 message， 耶、yeah, ，赢了，赢了什么？关我什么屁事哦？赢东西，我看一下你真的这样干等他？哦哦哦！哇，这个人吓死人，这个人简直就是吓死人。最近很多人都没有 add 哦，不管了，下次叫大家一起来玩 Facebook 朋友们。快点撑到有个人来为止啊你！哎，不用啦，我们做啦，我们做，我们做，我们做。我的手酸了，手酸了，手酸。那我们做，不用紧的，都是我们的分数。我的一分钟多吧，哇！下次玩这个时候，我也要这样子撑到一分钟多，就好玩喽。我一直都是，哎呀，我 kick 你，我 kick 你，我 kick 你。其实我懒惰。一样的荧幕关系啦，对不起。我的，我的，一直不在我们范围之内，我在哪里？我的，我在哪里？其实真的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敌人的。我靠，阿公是你啊，阿公！阿公，难不成是我父亲？喂，反对啊喂，厉害啊！你下次你找更厉害的人来玩，我们不是残。咦瑞，我懂了，哈哈哈，你们死定了你们！哦哦，好像是我们死定定，我们连一个人影都抓不到。
我就知道啊，新手跟老手就有哎呀，有这个不同啦。我们老手我们知道啊，那个人不应该被踢出去，踢出去我们都死了。哎呀，我们浪分。What？ 我们人数关系啊，好像是人数关系吧、啊，应该不是人数关系啊，什么关系哦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关系？我不明白，真的我不明白。这样那种做法，我们真的是哦，有人要来喽，就知道你要来了，就知道你呀、啊，我就知道你，你们喊坏话哟、哎呀，我操纵不到，我手没有力啊，手没有力场。我知道你们了，你们坏坏哟，你们从上下面来哟。其实你们算是好了的哦，算聪明了，有用脑哦。这个一定是 ，K，你要射吗？随便啊，反正我们，哎呦，还有三分，他们还有，我懂了，就赢。爸妈说要迎接客人哦，我就知道有人有在，哎，哎呦，我手没有力啊，哎呀，转不到过去，我的手没有力，转不到过去，哎呦，如果不是固定，我又很惨哦。哇哟，一打三哦，一定在你后面出来的啦。哦哟，一打二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没看后面。我就知道。哦，手没有力哦，手有力哦，早就杀掉那个人了。手没力啊！妈妈说过要迎接客人。我重审一遍。哦，客人早。客人扫卡。知道你要来，埋伏在下面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哦吼，还记得我吗？我靠，我走，很奇怪，他刚可以飞到那边去，是我那个。三楼，我不会跟他讲我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我是马来西亚人哟，死翘翘，马来西亚。哦，死翘翘，马来西亚，你们卡吗？马来西亚。好卡，无法打开麦啊！有没有办法来看？很卡，雷迪卡，雷迪卡，卡很卡，很卡，不用紧，开声音先。但是呢，我是为了打字哦，所以说我们在迎接很热烈的客人。我的，我先别，我在买豆腐啊！你很笨呢、欸，你很笨，你整天一直给我用同一种方法杀掉你，你在这里真的是有多笨？别起错，我，哎，你还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你就请人家出去、欸？喂，那个脚有用的嘞，喂！我忘记那个怎样打了，那个拼音不管用写了。就打直播，至少直播，哈哈，忘记直播那个字了，不你就想我就写错字吧，我手算写错字了，不用紧啊，直播，我的，一定被秒下，我知道你。
我给按一按一按一按。啊！快点！在那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给啊给。我们五分了，等下 round 中的话很好笑一下，是赢了，其实那就有办法了嘛，有办法，有办法讲是谁赢了嘛，没有啊？我们热烈下欢迎热，我们热烈欢迎我们即将到来的客人吧。哎，他们是真的会来哦。哎，看奇怪，他们真的有来，他们真的来了，我们走错地方了，真的我们走错地方了。他们赢定定了，真的，因为旁边就有一个瓜，哎，好像他旁边就有一个人呢，我看看，不对。你在家哦，白不要白痴啊你！你死定了啦！退出战斗，谁退出？哇，你死定了！三打一，你死了哦！你三打一，我就让你看，你看那个人那里，那一边你看嘛，你没看到？你的墙这样烂，你看，奇怪哦，我们两个站在那边，那客人可以走另外一边的哦，客人学乖哦，吼、哦，客人你真是的厉害啊、哦，学乖了啊、哦！好我都手都有点酸了，还要继续往那边不讲啊！我手都酸了，难道你奖品了？也升了，升到了，念飞。Yes， 我已经理所当然要升到我想要的位置了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此为止吧，反正我都玩到有点闷了，不是我手软的关系啊。啊，今天直播就到此为止，我是汕头，拜拜。